就是在货运列车进来，然后就听刚刚那个先生说，他们台铁的调度人员可能列车进来的时候不慎被卷到车底。是哦。对，所以在那边。哈哈哈哈哈。因为这个如果像开关。 配合一下，拜托，拜托大家。好，反正配合一下，拜托。动线，你们的动线可不可以跟我们讲？我们不会踩到你们的动线，好不好？别等你讲。你们的动线在哪里？我们规定出来，那我们不会踩到你们的。现在封锁线垂起来之后，你们要拍照就拍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这样，因为我们要有，我们封锁线要先做起来。哦，要配合一下，拜托，好，配合一下。 等，我们还没完。在哪里啊？等下再拍，等下再拍。我们这边等，我半点钟了。是哦，我收音而已。哦，啊？你那个，他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有，我们我是。 我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那个，没有，那边就有人在讲说， 医生说要叫救护车，然后之后警察就来了，然后警察就来了，大概是那事情，就二十几分左右，是，对啊，因为我看到我们的那个泰鲁阁嘛，就是灯就在那边啊，就一直卡不过来，就是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就听到他们讲说，没有没有。 就是有一些，哦，人，对，然后我就听他们讲说要叫救护车，然后警察就来，然后就听到救护车声音，就是人，就担架就来了，人是滴滴，对，哦，啊这边，所以啊你已经决定指挥起来时间了，是有啊，有耽误到啊，可是也没办法，他们也是要抢救啊，对啊，伊这个伊这花莲的。 我是要坐路东，我是要坐那边迄段啦。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，不知道等多久。我一个坐会空大个啦。因为我看到他们是说什么，因为他的后半截进不来，所以他那个卡在那边进不来。他在阿姆提出来，所以我想说奇怪，什么应该是发生什么事，不然怎么我们的车一直停在那里，都没开进。对啊，谢谢。
Thank you.